至於屬羊的朋友，咦，他的宮位那裡是沒有星的，那怎麼辦？是不是什麼都沒有啊？屬羊的朋友呢，流年的命宮什麼主星都沒有的，不過在紫微斗數原則裡面來說，這個宮位沒有主星，就將對局的宮位兩個主星借回來，我們叫做借宮安星。借宮安星回來的星象叫太陽太陰，其實太陰就很理性，為什麼？理性就是美容啊，一些美容產品啊等等，股票對它最有利的。太陽是一個出入口的星的，一全世界都見到太陽，所以貿易的股票這兩類型的股票對屬羊的朋友在兔年投資比較有利一點。